但中国要自强，你真的要忘了你自己的文化的根吗？有没有可能这一次，这一次真正能够救中国人的，能够救命的，是你一直瞧不起的、看不上眼的、不受待见的中医呢？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大家，明摆的事实，2003年的非典时间，广州中医药大学收治了73个病例，当时国医邓铁涛上书给温家宝，要求用中医治非典，结果那73例呢，零死亡、零转院，而且完全没有后遗症。可是十几年之后，我们又一次了，又不相信中医了。等到西医治不好了，那明明病毒类，大家学过医的都知道，病毒类的西药是没有特效药的。到目前为止，连感冒都没有特效药，更何况是新冠肺炎，都是瞎子摸象，你来一个症状，我压一个症状。可是有可能你这样西药下去，症状更严重，好好的人给你弄死了。为什么？我举个例子，来以后发烧，西药就退烧，不让你发烧。可是对中医来讲，就认为说你发烧是对的，因为发烧是你的免疫系统在对抗外来的病毒这些东西，所以中医是要让你烧，就让你的抵抗力过去，但是我培元固本，我让你身体好，我扶正你的正气，所以是这样子的。好，那这一次我之前叶问我们已经举出大陆各省各省怎么样用中医治疗是确切有病例的，已经可以了。2月24日央视新闻1+1也有一个例子，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同时是天津中医药大学的校长张伯礼接受访问，他讲述了，就是我们大家都舍很不舍的李文亮医师，他固然他故世了，但是他是治疗方法是用100%西医的疗法，但他同一个医院的同事总共有3位也是非常重症，然后西药都已经觉得没有希望了，只能尽量抢救。结果这一次呢，他们就带去了北京刘清泉教授亲自去看诊这3名重症的医生，然后跟张伯礼院士共同研究配方，喝了中药汤剂以后，其中2个已经完全康复，才治疗10天不到哦，然后另外一个病情也大为好转。而张伯礼校长他说第一，病人的痊愈时间缩短，第8、9天自己好了，中医干预5、6天就好，就是说你如果没有用中医，你也可能8、9天轻症好了，可是你中医一下去，中药你缩短病程，你一半时间就好了，就是很明确中医药的疗效。第二个，轻症转中症的比例就减轻了，你用中医下去以后，它就维持在轻症，它不往重症走，换言之他就不会死了，就是明明白白的。黄帝内经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中医治疗他就是我不针对病毒，我针对的是人体的抵抗力，我提高人体的正气，让人体自己调动内源性的保护的物质来跟病毒做斗争。那我引一条我们很遗憾的过世的、牺牲的、殉职的李文亮医师，他的微头条，他自己说1月10号我开始咳嗽，然后之后发高烧38.6，然后之后12号下午他到病房，14号转到呼吸科的隔离病房，然后怎么怎么样，后来高烧退，觉得有希望，但16号之后突然呼吸困难，然后他纯粹用西药治疗，你看他用什么？抗生素。但我们告诉你，抗生素它是对抗细菌，它对抗病毒就没有用啊，你用抗生素结果对身体的伤害是很大的，激素就类固醇，它更是严重的杀伤你身体的抵抗力啊。然后高流量的吸氧，可是钟南山院士告诉你，解剖病患发生他肺里面是非常非常浓的那种浓的痰那种东西，所以你用吸氧没有用，你应该吸痰或做什么，
这些我看啊，这些病症其实中医都可以处理，所以很遗憾，大家可以说，你可以说我没有，我不是医生，我不能够说有效没效，医生告诉你就是有效。李文亮医师没有救，没有用中医救，但他的三个同事用中医，其中两个已经康复，另外一个已经改善。然后呢，我们中国《黄帝内经》，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明清的吴又可《叶天士温病说》，全部都在讲瘟疫。没有中医药的话，中国人怎么能够活到现在这个样子？然后你来听听看，听听看，在2019年的夏天，王永炎院士在中医药的一个研讨会上面，他就直接预言了，在冬至前后，然后会有大大的瘟疫。物生灵之象，观疾病健康之象。所以今年大江以南暴雨成灾，觉阴通目四天已经描述了太虚原象，上半年是比较和缓的，下半年特别是在冬至前后，也就是连续到明年的春季，要有瘟疫发生。这是你是方耀宗老的学生，方老师很重视阴阳大论七天啊，运气学说，对于这个要有清楚。目前我们院应该聘用顾之山先生，顾之山先生在安徽，他是在五阴六气的研究方面很有造诣的一位。来，副主席，这样子，我这个问题我还是坚持啊，就专业、人道跟政治啊，那现在是涉及到专业，我们能谈的很有限，因为我不是这一行的。那但是呢，我知道一件事情，中国自古以来瘟疫不断，这几千年来历史，我们不管读小说也好，读历史也好，这个瘟疫的时候总是有人死亡，有人存在，那最后总是会有善心人士啊些投药来。那这瘟疫呢，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现在看起来只知道是一个瘟疫，也不知道什么病。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任何一个不知名的病来侵身的时候，最简单的做法也是最有效的，叫支持疗法。所以瘟疫来的时候，有人死了，有人活下来了，那个活下来就是他的本身的自身有能力来对抗这一个病毒。那另外呢，就是所谓的投药，投药的是什么？也不是去把病毒给杀了，而是增强你的免疫力来对抗的病毒，这支持疗法甚至顺势疗法的做法。那到底谁有效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一次在大陆这个活动里面，我看到的资料里倒是没有排斥中医，倒是没有排相当多的地方中医的投入啊，占了相当大的一个比例。所以这应该是一个中西医合作治疗好的一个机会，因为中医的概念里面就是你讲固本培元，就是提升你的。对啊，那么我当时看的一些资料也看到，包括这些西医的医生们在处理这一次的这个重症处理的时候，基本上他们也是主张采取的是支持疗法，而不是对抗疗法。对抗疗法之后，我找这个药，抗生素，对，我找这个药来压，找那个药来叫对抗疗法。那我那一天看的那几个专家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的讲法讲得很清楚。基本上，因为我们找不到适当的药可以去压，以及去找的药来压，不如应该是一种支持疗法，想办法来让他抑制不再扩大，然后同时把他身体的条件这个壮大起来。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死亡的病例里面呢，统计看起来年纪大的比例啊比较大比较多，那多多少少就是跟他体内的对抗性啊可能有关。所以这个时候讲谁对谁好谁不好的争议，不如说黑猫白猫啊，能抓老鼠就是好猫。中西医的合作至少在我这次看得出来是蛮合作的。第二个，至少我看得出来支持疗法的这个说法胜过
对抗疗法的说法。嗯，我们叶文也一直在介绍说，这整个病程刚看起来刚开始没有用中医药，然后后来中央也制定了一个政策说，有些省中医提早介入，它治愈率就高，然后有些省没有，然后中央北京也找了四个省做试验，结果发现疗效非常好，要推广下去。而事实上最后在武汉的江夏方舱医院，在近期内它就变成说由中医全部进去，然后全部以中医为主的治疗，结果后来就发现它的疗效就比中医没有介入就好太多太多，完全有数字做根据。中医杂志2020年2月号收录中西医结合新冠肺炎34例的临床研究，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临床症消失的时间，单纯用西药要7天平均，中西医结合中医介入以后就变成缩短到5天啊，5点，然后体温复常的时间，用中医蓝色这个棒就是有中医进去以后一样缩短，平均住院天数，如果你不要中药，平均是将近10天。你中药一进来，平均7天就出院了。好，那你肺部的 CT 影像也是，如果没有中药，单纯西药的话，有六成六的人会好。可是你中药一进来，就变成8成8了。哎，这都不是概率，这都货真价实的。治愈率，你单纯用西药，不管你胡便乱治啊，怎么样啊，你就是有60%的人可能会好。可是你西药一进来，94%的人会好。然后轻症转重症，你如果没有中药，你只有西药的话，10个里面有3个人他会变重症，就变重症了。可是你中药一进来，100个人只有5.9个人会变重症，你说这惊不惊人？各省的实验全部都告诉你如此。但是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讲得这么严厉，就是很多人在潜意识里面就真的看不起中医。那很多人他不是看不起中医，很多人他是因为利益的把持。我的父亲家父是西医出身，是台湾最好的台湾大学的医科出身，我们家从小开医院，我太了解西医里面牵涉到多少利益了。为什么中医在台湾被打压，为什么西医在大陆也是被打压？一颗西药多少钱？然后你现在的每一年全世界出来的西药，我告诉你，里面多数的比例都是偷中药的。你去找一个中药，找一位中药草药，然后西医研究一下，然后做多少人体实验，然后登记专利，然后中国人要吃它还得高价来买你的高价药。客流感用什么？客流感就用一味八角，结果乱用，胡扯八道，结果中国人要吃八角吃客流感还要高价买西药。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太多太多例子。然后你来看中医清垃圾，你把垃圾清走了，虫就没有了，细菌就没有，但西医他不清垃圾，他要找垃圾里面的虫，垃圾弄完弄死一批虫，垃圾还在，还继续长虫啊。好，中医治的是生病的人，所以我不管你什么病，我就用我中医的逻辑我来看你这个生病的人，但西医他不管人，我来看是你这个病。有时候病治好了，人也死了。我告诉你，我讲的话就千真万确是这样。再一个例子，贵州中医没有介入的时候，住院平均是16.1，在贵州做的实验，但中医介入以后，平均住院就是10.2天。我真的一直讲，一直讲，这是我们的国医邓铁涛，他在2003年的时候，他这一生总共上书5次。2003年的时候，他上书给温家宝说：“我要用中医来治病。”那一次，中医已经治好非典，可是当时治好之后，讲功论赏没有中医的份。我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要这样讲？请你明明白白拿证据，明明中医治好非典了，为什么到今天十几年后你来又来一次？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么不值钱吗？我们要用西医，要用西方的标准来看我们自己的所有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医学吗？你要把中医套到西医的笼子里面吗？就明明白白证据就证明你
明明就可以治好。当时广州中医药大学，大家去查看我有没有说谎，明明治好就零转院、零死亡。哎 ，SARS 零死亡，如果非典可以零死亡，那你怕什么怕？然后零感染，而且没有完全没有院内感染，所以他们当时煮了中医药的汤方给院内的医生护士喝，所以医院里面的医生跟护士没有一个人感染。你不要以为什么口罩、什么防护衣、什么挖沟、什么东西不一定，你这些东西有用的东西为什么不用？我每天讲，每天讲，我每一天都要告诉你，真的，因为我太知道中西医背后几千亿的利益纠葛，在钱的面前，有多少人是不讲良心话的？